花莲赏金船二号出海的时候呢，发现一尾濒临绝种的保育类动物大金鲨贴着赏金船悠游，不少赏金客赶紧拿起手机拍照，直呼看到这么可爱的金鲨真的是太幸运了。金鲨又称豆腐鲨、汉鲨，是世界上体型最大的鱼类，体长可达12公尺，重21吨。它是掠食性动物，爱吃浮游生物与小鱼小虾，性情温驯，与一般人印象中迅速并且凶猛的鲨鱼大不相同。业者邱吉栋说，赏金船中午出海驶到花莲外海时，眼尖的解说人员发现一头大约1000公斤的大金鲨，引起一阵惊呼。中午出海去观赏金船的时候呢，我发现一头将近1000公斤左右的金鲨，金鲨又俗名豆腐虎鲨啊，也叫做猛鲨啊，其实它一点都不笨，它只是很温驯，很可爱。那么今天发现它的时候呢，它跟着我们船只呢几乎是零距离，就这样贴在我们的船边。其实平常我们观赏鲸豚的时候，我们大概也是用这种怠速的这个船速靠近这些鲸豚跟海洋生物，所以呢，他们认为我们没有对它有攻击的意思，没有敌意的话，其实这些海洋生物对我们都很友善，甚至都跑到我们船边来。也许因为赏鲸船怠速靠近，让大鲸鲨觉得没有威胁，几乎零距离的贴着船边悠游。当时客人都靠向船边，拿起手机猛拍，游客直呼看到这么可爱的鲸鲨实在是太幸运了。记者林杰，花莲市采访报道。